2017年的时候，我装修我第一间房子的时候，就选择了 A-Star， 因为它可以完全的取代了木在我的厕所还有我的厨房，主要是因为可以直接用水直接冲洗那些铝合板。然后我就觉得这么多年来他们的服务也非常好，而且他们办事效率非常快非常高，所以这么多年来我觉得我还再次选择了 A-Star 在我的新家呢，也是这个原因。那另外一个原因非常重要，是因为我有很多东西要装在我的橱柜里面，所以它需要很高的很大的承重能力，所以 A-Star 完全符合我现在的需求，所以我再次选择了 A-Star。真的非常谢谢徐斌呢，介绍了 A-Star 给我。我家里呢，因为有 A-Star 的产品，觉得很骄傲。因为呢，我的朋友来我家的时候，就发现我的橱柜跟一般人的很不一样。后来呢，就发现到呢，原来橱柜都是铝制的。然后呢，现在我的朋友都用 A-Star 的产品，主要是因为它不生锈、不腐蚀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用很久很久。